是很薄很薄的类棉麻，它就是棉麻质感没有那么多，背后绑一个蝴蝶结，前面的话呢其实就是很漂亮的这种胸以下都是腿的这种小洋装，然后你会发现哦很瘦耶、欸、很长耶、欸、肚子肉肉屁股肉肉什么都看不到，然后它非常的轻哦，几乎我觉得没什么重量，这边也都不会紧，因为呢它就是可以取决你后面怎么样去做一个绑带设计。这一件呢小智女孩完全 OK， 它里面没有内里，但是完全不会透肌，我觉得背面超可爱，它就是做一个度假美背的设计，我是上胸比较有肉女生，它这边也不会让我们曝光太多，然后侧边的包覆度我觉得也是够的，不用担心曝光。孕妈咪我觉得这款也是可以穿的，因为它这边的胸线是坐在那个肋骨左右的位置，对啊对，所以孕妈咪也可以收这一件，好好看。